哇，你好！随着自流锋面呢逐渐的离开，不过还是有些残留水汽，造成今天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些降雨。热力作用关系，下午的时候呢，在宜兰花莲有些午后雷阵雨出现。不过随着雨水变少，今天温度也比昨天高一些，北台湾高温回到30度以上，高雄高温还有36度哦。而未来呢，这梅雨锋面还会进一步离开，也代表今年的梅雨季节逐渐告一段落。明天各地来看的话呢，天气会比今天稳定一些，主要是多云到晴，但是南部在清晨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。另外，山区午后也要留意，有些局部雷阵雨会出现。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。云图上可以看到呢，今天这自流锋面逐渐往北边移上去，只是刚刚离开，所以今天还是有些残留水汽，所以还是有些降雨出现。但接下来这道自流锋面呢，更往北边离开之后呢，所代表的就是今年的梅雨季节也告一段落，开始进入台风季喽。其实每年的7到9月啊，就是台湾的台风季节，但不代表进入台风季就马上有台风哦。目前还没有看到台风的影子，所以暂时先不用太担心。而明天的天气部分呢，随着这道自流锋面进一步的往北边抬上去，离台湾更远了，当然影响也就更小了。明天天气会比今天来得更稳定一些，各地主要多云到晴，有机会见到阳光。只不过在清晨的时候，因为海陆风符合，所以在南部沿海可能还是有些零星的降雨会出现。不过中雨白天就会逐渐停下来。另外就是下午的时候呢，因为午后热力作用，所以在各地的山区啊，还是会要留意午后局部的雷阵雨。另外风向的关系，所以台北、基隆、宜兰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机会。接下来等到周末假期的时候呢，这道自流锋面更远了，对台湾没有什么影响了。但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又不够强，所以呢，天气状况虽然周末会更稳定，但两个时间点还是有一些降雨机会。一个同样是清晨，南部沿海地区有一些零星降雨；第二个就是呢，周末午后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这种午后雷阵雨的发生。而温度部分，透过地面天气图也来看到呢，随着锋面逐渐往北边抬上去，当然呢，降雨会越来越少，温度也会越来越高。明天来看的话呢，各地温度同样是比较闷热的，包括了北部，包括了东半部，这种高温在明天都有机会来到31到32度，中部南部呢，这种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。接着等到周末假期，天气更稳定，偏南风把暖空气给带上来，温度还会更高。这个周末目前看呢，可能局部地区的高温有机会上看到35到36度喽。所以最后呢，这天气上的小叮咛就要提醒大家了，在明天来看的话呢，周五以前洗衣服、晒衣服、晒被子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午后还是要提防局部雷阵雨出现，尤其在山区，温度是比较偏高、比较闷热的，所以接下来就要开始提醒大家，随时补充水分，小心不要中暑了。还有明天呢，外岛的金门、马祖还是会有局部浓雾机会。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。明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，北部的天气呢会比今天来得更稳定一些，只是下午的时候呢，在近山区还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局部雷阵雨机会，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，台北新北25到31度，桃园25到30度，新竹苗栗高温也可以来到31度，低温在25到26度。而中部地区呢，在明天多云到晴，同样留意山区午后局部的雷阵雨出现，台中26到32度，彰化26到32度，南投25到33度，云林25到33度，嘉义也是25到33度。南部地区呢，清晨因为海陆风符合，所以沿海会有些零星降雨，还好白天雨就会停下来。午后呢，山区也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出现。台南27到31度，高雄28到32度，屏东25到34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留意午后的局部雷阵雨，24到30度。花莲、台东多云到晴，花莲25到30度，台东26到34度。外岛地区受到锋面影响呢，在金门啊，在马祖还是有些降雨哦。澎湖则是多云，高温30度。未来天气透过图卡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提到呢，明天天气会比今天更稳定一些些，等到周末假期水汽还会更少，但还是要留意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出现，而温度未来也会一天比一天还要高一些。锁定台视气象，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。